这个题目它给我 ma 加 ma 加这样的一种东西的时候，我重新排列，我有 ma 加 mb 然后减 25m 的全部放在一起，加 ma 减 mb 然后减 9m 会是等于0，然后我把 m 抽出来，我就有 a 加 b 减 25， 然后加 n， 然后我这边就 a 减 b 减9等于0。OK， 我让我的这个 a 加 b 减25等于0的情况之下，我的 a 加 b 会是等于25，然后我的 a 减 b 减9等于0的话，我就有 a 减 b 等于9。OK。然后我们 assume 我的 mm 是 non-negative 的， OK， 你要让它0也是可以的，让它 non-zero， OK。 好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1， 这个是我 equation 2， so 我的 equation 1加 equation 2的时候呢，我就有 2a 等于34，所以我的 a 等于17，然后我的 equation 1减 equation 2的时候呢，我就有 2b 等于16，然后我的 b 等于8。 OK， so 它现在要我的这个 range 是 a 减 x over x 减 b， 大过等于0的时候，我把我的 a 放进去，17减 x over 那个 x 减 8， 大过等于0，这样我可以变成两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17减 x 大过等于0，所以17大过等于 x， x 小过等于17，然后我的 x 减8大过0。 OK， 为什么没有等于0呢？ OK， 因为我的那个分母 OK 不可以等于0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x 大过8，这样我结合起来的时候呢，我这边有8，然后这边有17，它是大过8然后小过等于17，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我的 x 是在8跟17之间，不包括8包括17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